不是你有姐吗？姐姐已经嫁了。那你是问你现在的姐夫是？怎么这么坑姐夫？哎，徐总今天怎么又来了？你天天来我这里，怎么回事？你说这个坑啊，被谁脚踹了吧？啊，看着像被谁脚踹了一样。电瓶车撞的。撞的这么。老板是这样说的。撞的这么温柔。对。哎呦，这个小菊，这个枝盖很难修啊，这被什么弄了？喏、哦，看见没有？哇，大灯裂了。壳裂了，这个这里都这个样子，是被什么撞了？让他去处理，他小舅子把他撞了，然后让他自己去处理。那个车就搞成这样了，你看。不是，车借小舅子的啦。就是给他小舅子相亲用嘛，就这样了。然后相个亲就把车搞成这样了。这小舅子也太牛逼了。是牛逼，对吧？什么叫保险保了又不赔？保险保了他又没让保险公司赔，不就是自己买单吗？我靠，这样的姐夫还有吗？我也想要。不是你有姐吗？姐姐已经嫁了。那你是问你现在的姐夫是？怎么这么可？这大灯撞成这样也得换了吗？大灯要换的，刚才说修不了。对，这个大灯修不了了。这个牛逼的小舅子，所以说车不能借人啊，即便是小舅子。徐总两分钟又搞决了一个，又解决了一个坑，嗯。啊，又两分钟。看不出来了。你看我拆了多少东西。嗯。里面拍。猜比较花时间，就敲敲坑很简单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两分钟搞定一个坑。对，那抛光抛了，这边像这一点点没法弄。